说这批货里有一批鸦片膏子，值了银子了。你说货里面有鸦片？没错，足足有4百斤呢。多少？400斤。400斤鸦片？哎，胃口可真大呀！这批货都进山了？没有，山下有个暗门，不是山上直接用的东西，一般都会存放在那儿，厨子就是出手方便。那你知道进山的道路吗？不知道。哦，李家店的村长李长生，他最近一段时间总往山上送粮食、蔬菜、油盐、老酒什么的，他一定熟悉上山了。来人，把他带走。是。别害怕，不会伤害你。叫一成还有大友换着便装去趟李家店，找一下这个李长生，给我摸摸路。如果可能的话，我会乔装去一趟仙石山。是。不就是仙石山吗？还就不信我撕不了你。静涵的，这崖子危险得很啊，下面是一片乱石岗，都是滚崖子死的。怎么样，要不要下去跟他们做个伴？就是滚崖子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行，真不怕死啊。哼，我怕死，怕死有用吗？怕死我就能不死吗？啊，哎，你给我等着啊，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会每天晚上都去找你，你房间每个角落都会有我的身影，还有你的床底下，还有你的被窝。你自己想啊，你自己想想。好啊。我问你，你怕鬼吗？我不怕。说的呀，我就想说，你们这些土匪简直是没有道义，没有规矩，没有人性。说完了？没了。那你跳吧。
报告队长，外面有一个姓沈的女记者，说是要采访你。说我不在，打发走，好吗？是，快快快！沈记者，您请回吧。我们队长说他不在。高一峰，你凭什么不见我呀？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我没藏，我掉了个东西在下面。啊，用我帮你捡吗？不需要，不需要。不是，我工作一天了，你也看见了，我那么辛苦，我累了，我要睡觉了。啊，对，你也累一天了，你睡觉吧，再见。哎，你是不愿意接受我采访？还是不敢接受啊？什么不敢？在我的世界里就没有不敢这个词。啊，那你就答应了。坐。真是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什么？什么？你刚说什么？死皮什么？你骂谁？行，我们现在开门见山采访。哎，赶紧，快！你对今天战绩怎么评价呀？看我干嘛？我思考一下，说话得经大脑，免得你乱写。行。这次战斗是我们侦探队舰队以来的第一次战斗，从战略意义上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直接检验一下我们的真实情况、水平、你的应变能力等等等等。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反正就是胜负次要的，明白了吗？反正我的心情也是不好的，懂了吗？那你今天为什么发火呀？我就知道你就是冲这个来的，你心里不痛快你也过不去，对吧？这什么意思？自己想。想不通什么意思呀？窄。哪儿窄？你能正经点吗？厅长，我今天这次战役我输了，明白吗？我死了四个兄弟，伤了七个战士，俘虏了一个我的心腹，我的心情十分的不美丽。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大声跟你说话，我情绪不太好，我跟你道个歉，好吗？对不起。你能诚心一点吗？有事要说对不起的吗？对不起。可以了吗？好，原谅你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对，还有一个问题。哎，你能告诉我你今天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哪句话？我说那么多话了。什么叫像我这样的女人？我这样的女人是什么女人啊？哦，你就随口一说，别往心里去。那你随口一说，你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我这样的女人什么女人啊？不，你凶我？我没凶啊，我。哎，你先坐下来，好吗？我慢慢的给你解释。来，坐。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那你问。你跟柳振奎是什么关系？没关系的，其实，无所谓。真的，我理解你们。刘过阳的人都比较开放，啊，没有那么守旧。嗯，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想啊，他一见到你以后，瞬间就把其他的姑娘给忘记了，什么杜鹃呀，什么什么，再见，脑子里只有你一个人。你怎么顶撞他，怎么冲撞他，没事儿，他不会跟你生气。搁别人，他不可能。你
你都看出来了，暧昧就暧昧，别老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暧昧，不合适。暧昧？我呸！恶心！你说谁恶心？我说你恶心。大不了就是个姨太太或者是情人，又怎么？你混蛋！ 坐下来慢慢说。三岁那年，卢占奎把我姑娘抛下了，带了房新娶的姨太，调往到了外地。从此以后，我就跟我娘一起生活，我就随了她的心。其实从小， 我的记忆里就没有他，因为那时候才三岁嘛。我也不知道父爱到底是什么，我从心底里就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我没有快乐童年，也因为他，我娘这些年过得特别痛苦，所以我从来不在外面的人面前 承认他。这是什么男人？你那么小，就把你给抛弃了，抛弃了你娘，有这么做男人吗？啊？非得好好说说。现在你满意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我误会你了，道个歉。松手！你泼人家一身污水，你说声对不起就完事儿了呀？不能想让我干嘛？欠我也到了，你让我怎么样，你才能满意呢？哎，拜托，是你老掖着藏着，把这关系弄得不清不楚的，我才会这么想。如果你一开始弄得很明朗的话，我至于往这儿想吗？我藏着掖着？可不是吗？有人比我还会藏掖吧？ 谁呀？哎，我现在都已经把秘密给说了，现在该你了。我有什么秘密啊？崔危楼，你带走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神秘组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聊聊。聊什么？这有什么可说的？ 聊什么？哦，不敢聊。什么叫不敢？不要再跟我说不敢这个词好吗？我很讨厌不敢。那你聊。聊呗，聊就聊嘛。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有的时候好奇会伤害到自己的。用不着你关心我。你不告诉我，我自己也会查出来。干嘛呀？ 你说干嘛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也太没面了吧！对不起啊，真心诚意。听不见。
爸爸，您来了。我来很久了，你这身装扮，今晚去哪儿了？贾代，我是你的父亲，有什么事情还要瞒着我吗？没有，我看到了一个老朋友而已。是这个人吗？贾代，你和高林峰早就认识。高林峰？不，他叫赵星辉，是我在东京上高中时候的同学。啊，真巧啊。十年前他回国参军，我留在了东京上大学。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过了，爸爸。今晚见到他，你发现他还在你的心里是不是？我和星辉都已经结束了。虽然你跟他交往过，但是你不要忘记是谁杀了你的父母。对中国人绝对不可以感情用事。我身为大和民族的女儿，一定会以国家的利益为己任，请相信我对组织的忠诚。这个我相信。白市长，昨天我以记者的身份亲赴仙石山进行剿匪采访，我们在路上亲眼目睹了这些埋伏在仙石山上的土匪杀人越货的残酷的行径。我们这次来到临沂城，就是为了报道剿匪，重要的剿匪行动，我们要实地采访，请政府支持。各位无冕之王，这可不行啊！仙石山山高林密。要是真和土匪交上火的话，我可保证不了你们的安全啊。白副市长说得很对，在临沂城指望政府保护，你们这些记者早就死定了。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女士们、先生们，在重兵把守的临沂城，土匪竟敢明目张胆地杀人越货，实在是骇人听闻。我们的雇员被杀害，价值十几万元药品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抢走，土匪杀几个中国人也就罢了，居然连日本人也敢杀，真是胆大包天！我们大日本帝国绝对不允许这种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我们要为日本人的死付出代价。安藤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杀几个中国人也就罢了？日本人的命就比中国人的命更值钱吗？抢劫行凶，无论杀的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同样罪孽深重。喂，你是谁？我们来这儿是为遇害的日本同胞讨回公道，不需要你在这里指手画脚。而且我要告诉你，在临沂这个地方，死一个日本人要比死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更重要，所以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知道吗？怎么跟女孩说话那么穷凶极恶？我像个流氓啊！
难道这就是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区别？高队长，也太过分了。哎，大岛。厅长，三年前刚刚发生的济南事变，几千个中国的无辜老百姓死在了你们日本军人的屠刀之下，大家都知道。跟你们这一条命比起来，为什么悬殊差的这么大呢？你这是强词夺理。临沂是强盗打劫，济南是两军交战，有什么可比性吗？剑南，不好意思，把你的话想明白了以后再跟我说出来。两军交战，在我们的领土上，这叫两军交战吗？嗯，你们交战的对象就是那些老年人、那些儿童、那些妇女，还有那些外交官，对吗？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我抗议！你的这些谬论，代表你们的政府吗？完全可以。哎呀，说远了，说远了哈，大家别误会。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日本国的友好关系。所以我保证这个案子我会全力以赴，尽快破案，杀人凶手很快就会绳之于法。参谋长，我能问他一问题吗？什么药品那么贵重啊，价值几十万大洋啊？对不起，事关商业机密，无可奉告。完全可以保留你的秘密，我也不想知道，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必须要让你清楚的一点就是，无论是人还是物，只要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我一定不会。我顺便给你补补知识，在一千多年以前，是我们给予了你们文化，你永远记着，这是历史。高队长对日本人的成见很深啊。这位是加代医生，我的未婚妻。我们作为受害者，理应得到同情和保护。你作为当局的代表，应该给予同情，不是吗？加代，别跟他们废话，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他们必须要给我们一个答复。那好，白副市长，高队长。如果案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请随时通知我们。谢谢。司令，走了，这帮人真难缠。你小日本的就会告刁状，韩仲基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都。司令，这个案子来得太突然，一点征兆都没有。不过我们的人正在四处调查，争取啊尽快拿到最准确的情报。调查什么呀？调查孩子死了，你奶来了，你管屁用啊！司令别急嘛，依我看，土匪这次下山不是临时动议，他们摆明了就是来报复的。报复？报复谁呀？咱们不都对他够好的了吗？可高凌风对他们一点都没客气，
他杀了山上的人，还公开向仙池山宣战了。刚才要不是我拦着，他和日本人就要闹翻了。司令，自从高凌风来到以后，给我们灵异城惹出了多少的麻烦呀？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说这哪是剿匪来了？这不搅局呢吗？组长，加代医生，你好。通过这一阶段的毒理实验，足以证明 T 的致病性和毒力在明显增强。这是我的菌株培养记录，请您公布。很好，你接手 T 项目还不到两个月，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就。只是我采集到的免疫血清消耗得很快，也许会供应不上。这样吧，我来解决。没死呢，来，过来。卑鄙，下流！你为什么不看我？你有什么好看的？好，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留在山寨，不必。我选第二条。好，第二条死。你们山寨都有什么死法？推下悬崖喂狼。是死前扔还是死后扔？你喜欢哪种？我想选择另一种死法。那么就抽裂。太惨了。淹死。水肿。烹煮。太烫。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还没想好怎么死呢，想好再告诉你。那你想好之前就留在山寨干活吧。扫地呀。有人了。看大门，我怕你会跑。巡山呢？我怕你会自杀。那我能干什么呢？给我洗脚。滚一边去！我还是想想怎么死吧。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杨十六还真是个情种，我得想办法稳住他，当好这个内线。和高凌风赌的这一局，我不能输。大哥，嗯，这是去哪儿啊？去遛遛马去。队长，哎，一成，你们穿这样干嘛去啊？我们跟着李贵兄弟跑趟李家店，去会会那个村长李长生。不决定了？哦。来，医生，过来跟你说两句。志鹏被星辰山给抓走了，难受是吗？我知道，我理解你。但是我告诉你，我比你还难受。我比谁都难受，因为那也是我兄弟，也是我的爱将，懂吗？我们要相信他，
他有自保能力，他能活着。所以你要好好的，你不能出事儿，不能冲动，懂吗？明白。真明白，强，真明白。行，去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汇报。嗯，走。走了，大哥。嗯。那个李贵靠得住吗？谁知道，应该吧。有人要找我，就直接说我出城了。现在呢？安藤家族对我有救命之恩，现在安藤洋行的一批货物被土匪劫走了，对安藤家族的打击很大。我知道从土匪手里拿回这批货物很难。你是剿匪侦探队长，所以就麻烦你了。佳代，你知道安藤洋行是做什么生意的吗？如果说这批货物牵扯到了一些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也绝对不会留情。这是原则。你别忘了，我也是个日本人，而我的父母就有可能是被你们中国人杀害。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不要带着民族偏见做事好吗？是初三那会儿咱们上学的时候，你的同学骂我是中国猪吗？那叫民族偏见吗？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过誓，从今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再歧视和侮辱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这是我的态度，你了解我。李叔，开一下门。谁呀？我，李贵。哦，李贵啊，你怎么从山上下来了啊？进去。你们什么人？我们是林一城剿匪侦探队，李长生。你身为村长，暗中通匪，你好大胆啊！冤枉啊，长官，我冤枉啊！我儿子被他杨世流抓到山上去了，我要不给他们送东西，我儿子就没命了呀！我三代单传，果儿啊，你帮我说说，帮我说说啊！李叔，你别怕，其实这两位长官也是过来帮你的。你们要是能帮我救出儿子，我给你们跪下！别！帮您救儿子容易。但是啊，您得先帮我们做件事。可以啊，您让我做什么？我们想上山，最近有没有机会？哎，巧了，前两天山上传下话来，说二寨主崔富贵要做五十大寿，让我帮着张罗点艺人上山做寿去。你看这个，叔，您旁边跟我们好好讲讲。哎，拿牌。哎，高督办，来来来，坐着，起来，让打会儿。司令，我有点事儿想跟你汇报一下。着什么急呀？你坐着，打两把再说。行，那就玩玩。快，该你了，该你抓牌。好啊。司令，你知道那些俘虏已经交代了，日本人被劫的那批货物里。有大量的鸦片夹杂在药品当中，他们敢这么以身试法，我们
是不是得管？齐条，没说不管呀。关键不是管剿匪的呗，你管这干啥？快点打！九品，贩卖鸦片，这不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吗？我没记错吧？怎么就不能管了？可现在沿海一带的鸦片走私都是日本人干的，又是抓捕，又是枪毙。 他们还不是外省点灯笼照旧。咱小小的地方官，管好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就行了。炮，一亩三分地。可是他们现在把鸦片也贩卖在咱们的一亩三分地上，我们大小的大烟馆里，所有的鸦片都是这帮日本人提供的。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看不见？ 看不见啊！关键你什么事儿你得讲证据，没证据你拿什么说话呀？如果有证据的话，司令我们管吗？管呢？你确定？什么叫确定呢？肯定有证据还不管？那胡子不大，刚好就这点，算你便宜的。 你怎么老给他放碰啊？喂，哪位？王连豹。总指挥，你是怎么回事吗你？啊？宝贝没有找到，你咋还把日本人给抢了？啊？你是怎么向我保证的？总指挥，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我马上就会给您一个交代，马上。我知道，林一成这边是一潭浑水，你单枪匹马也不容易。可是，您既然立了军令状，那就绝对不能食言。是，您放心，肯定不会。对，还有一件事儿，我根据俘虏的交代，日本人在林一城走私大量的鸦片。 但是鲁掌柜他们不管，走私鸦片是该治罪，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第一嘛，东西还在土匪的手上，你们没有证据，空口无凭嘛。第二，韩主席已经备了几个贩毒的小日本儿，这线绷得太紧，是要断的啊！缓一缓，缓一缓再说啊！ 永远先挂我电话。闹！换便装，叫上刘医生，我们出去一趟。没事，来，你让我进去，我来。 让我进去，我哪位海参崴？让他进来。宝哥，你要行的话，我就这么一个闺女，你可不能把她送进青楼啊！只要放了她，俺的钱，俺的命，都拿去啊！呸！就让你的烂命滚，我给我拉出去啊！ 别害怕，爹这就去陪你啦！死能解决问题吗？好好活着。嘿，你他妈谁呀、啊？敢在这里滚！跟谁指指点点的？逼死人命，还无法无天了，要滚蛋！谁的袜子没穿好，把你给露出来了，找死！ 好，好，好。